请收看阿母的愿望。人生的路，你放心啦，你信用伊袂够，我信用会够啦。你会有我袂啦？奇怪嘞，你安尼常常要破下天黑倒，啊，常常去闹开，那有啥物好处啦？我讲的拢实在啦，啊，要听唔听是在伊啦。哦，啊，你也同款咯，唔通到时来出代志哦，你唔通怪我讲无甲你提醒啊，啊？好啦，俊贤啊，莫听你阿爸讲，入来内面，妈有物件要互你看，行。要你看，俊贤，你看麦，阿母买只有水哇？嗯，无啊？啊，你买只一破连金圈，是要创啥？俊贤，你遐秋萍拢卖少岁啊呢？啊，你唔是甲阿母讲，你若出外拍拼一年了后，就要转来查秋萍？啊！趁阿母即摆吼手头遐有钱，去买一块海垦，啊，一工挑一个好日子，甲恁两个送定。安尼，阿母甲阿爸两个唔才放心。贤啊！啊！秋萍已经决定要甲我分开啊！安尼安尼嘞！俊贤啊，你是大伯囡仔啦，咱还有度量，啊，查某囡仔生较娇性地。你就讲讲就好啊！我，我想，我是做唔到真济代志。秋萍，你袂原谅我。袂啦，你放心，阿母知影秋萍的性质，伊毋是三心两意的查某囡仔，伊对你是真心的啊。可我看即个伊是真是切心，我都挽回。是毋是为了那个张小姐，不是安尼尔，来这里哦，去相信阿兰的话，啊，就匆匆忙忙等下这笔秋萍已经别人，刷了我可以拍来顺。你来做这番糊涂代志啦，啊，你来去拍来顺啊，你来不相信秋萍，我真是爱你一个尔。哎呦，你实在，从今开始，你别再爱我。我相信袂安尼啦，来，阿母问你，你对秋萍是真心的？啊，那呢，你有去找伊，把话讲讲清楚啊。伊袂见我啦。你这囡仔实在，啊，你无试看，难不知知伊无见你？嗯？阿母，尊严，咱做汉代中，做唔着来甲回啊，你该回回就好啊，嗯？秋萍，你等下要创啥？秋萍，你原谅我好不？你不需要安尼做。秋萍，我知影我唔对，你听我讲啦。我不会听你讲，你走，你走啦！你别来硬嘞，咱算是你的好朋友嘞，你别来唔相信。你不相信我就准说了嘛，咱这阵还有啥物好讲？你走啊！秋萍，我承认我唔对，也不过那是我今日我会失去，我是做假的，你知影无？秋萍，我一个人孤孤单单伫外口伫打拼，也不过我的心肝内足寂寞。你是我精神上上个大安慰，我并无你情，但失去你，我感觉人生就变到一点仔意义拢无啊！若无你，我甚至唔知我家己是伫为啥咧打拼。你好，
对，就开始什么拢唔对。 我对我家己，我无信心，我一直认真做工，用事业上的成就来肯定我家己。我希望让你有好的环境，让厝内面会当过着好的日子。我所做一切拢是因为有你。我跟你讲，汉阿弟，你有，你当然有。 你知影我的因无？因为我爱你，我真是足爱你。秋萍，我有想过啊，可是若要我踮事业，可能中间做一个选择，我会无顾一切放弃事业，转来你身躯边。 要唔过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代志，我真也唔知影要讲啥才好。这段时间，我知影，我让你做失望。让我感觉咱两个路未如何。我还是甲以前同款，无同款的只是画饼。 我的心，还是甲以前同款，给我好不？给我，好我好我照顾你一世人。给我，我会放弃一切，都等在你身躯边。只要有你，我就满足了，好不？ 哥啊，啊，你姐姐过来吃饭。哦，好啦。阿姊，哥哥，春节饭咯。哦。来，姐姐饭。阿爸，阿母，我要甲你报告一件代志。什么代志？我决定要高雄的头路死掉，等下甲秋萍结婚。真是了，嘿哇，你有听到？因两个要结婚了啦。 咱做一办喜事，做咩啊？嘉欣啊，你才是要搬到来咱这个庄下？哦，安尼真好，安尼真好，早你就应该安尼想啊。啊，等等，来，姐姐吃饭过来。哦，来。哦，阿姊要做新娘啊！来哦，来来。 孙英，这么好，嘿，孙英，啊，你该怎啊？这一下，是不是心情不好？对不对？无啦。孙英，你莫骗我啦。啊，咱两个吼，做伙遐尼啊久啊，啊，你心情好歹，我也煞看袂出来。你我虽然吼讲对啦吼，反应比人较慢哦，啊，但是别人的心情好歹吼，我拢知影嘞。 这摊事我难卖啦，这期吼有请有对，请无对，干那看伊的表情，我就知讲伊心情好甲歹啊。孙英，这别个袂歹食哦，食看卖下咧。孙英，你哪歹食嘞？啊，许吼，我知影，是不是秋萍啊，啊要过来转型啊，啊你心情你不准。孙英。 假如你心情若郁准吼，你就尽量哭出来。无得个吼，你若哭出来吼，心情会较快活呢。你尽量哭出来吧。对嘞，大孙也袂好啦。秋萍会当得到伊的幸福，我会足欢喜的，我会足好。啊，啥？我刚袂听着。秋萍啊，今日转型啊，啊你搁要祝伊幸福？
哎呦，孙兄，那安尼就对啊！你这个精神哦，足伟大啊，足有正义感的人呢。那边我也准是你啊吼，不过我就无共款啦吼，我会趁俊贤有无在时阵哦，我会把握这个机会。啊，秋平啊，讲，秋平啊，我比俊贤啊，我较爱你啊。啊，我吼会甲秋平讲，秋平啊，我爱你，你记下我好无？秋平啊。 起来啦！啊，我今天起来啦！啊，今天我干要起来啦？你安尼真创啥？起来啦！啊，少的啊！哎，哎，无啊，咱是你啊？啊，无你俩都会想？哈，无啊，啊，伊咧，伊咧，哈，伊是啥？伊，伊都，啊，心心意的，心意。我来讲哦，我昨日入偌济酒的咧，啊，然后。 啊，阿仁啊哦，阿阮两个都阿咧，我，你到时阵已经进到到这个程度哦。这，嗯，是我今下差不多，阿了的，哦，迄身材哦，偌好的，偌美人的咧。哦，所以你就赶快一头爬卡，趁那个没上班。我问你，我不是跟你讲过，我来增卡的时阵哦，你公司也搞过好。 人人伊讲哦，公司有伊滴啊，我免遐忝啊。你看，你甲我起来啦。啊，啊，会。我问你，公司是不是应该专门送换掉？是哇。你看着亏去哦，迄公司啊，当时甲送换掉，哎，我总经理咧，免换掉吧，哎，我同意咧。啊，你公司谁人会暂停营业？你唔着我，我唔知影。啥？不是你，即摆讲啥话暂停营业？ 啊，我去公司就好好的，那暂停营业吧。哎，俊贤啊，俊贤啊，啊，公司讲啥话啊？啊，有要紧无啦？你点点啦？有要紧无啦？ 我哪甲恁去买因的电，拢食甜使用啊！啊，啊，那安尼？我感觉唔对。其实，我请假等你装卡的时阵，公司发生什么代志无？无啊，那发生什么代志啊？
对啊，一定有什么代志发生。警察，啊，你已经打电话联络其他同事，问看嘛到底是安怎。哦，啊，怎么卡？紧啊卡啦！哦，我啊啊，电话几号啊？紧卡啦！对啊，对啊。 赖孙啊，你规工无食物件，食食饱啊啦？我未枵啦。你是不是搁咧想秋萍啊？其实哦，秋萍叫做尊严真好啊。阿爸，哥哥因结婚的时阵哦，要替因搬一出去，闹热一下呢。赖孙啊，你想讲，咱要搬到一处去较好？我先有决定了。赖孙啊，我安静一下好不？ 去了了啦！俊英因公司寄予我的支票，拢退票啊啦！支票退票，这边哪会嘞？我拄仔去银行，想要去领钱，看足多人围在遐，嘛是你问这项代志，我才知影讲俊英公司倒啊啦！